Mm-hmm. Okay. 百八十四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一百八十四页经文：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何言见暗？名为深中。开言见明，何不见面？若不见面，内对不成；见面若成。 则了之心，即于眼根，乃在虚空，何成在内？若在虚空，自非如体，即因如来，今见如面，亦是如身，如言已知身何非解？譬如直言身言两节 应有二字即如一生应成两佛。说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这个是二分法啊，不是向外看，就是向内看。但是因为它是文言文，是看起来挺有学问的，但是呢，呃，体会起来呀、啊，从文字上啊，啊，看不太懂，哎。 但其实它很简单的，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这是如来在重述阿难的立论。啊，离就是非，外见就是外对所成之见，就是跟眼睛配对来解释，也就是说眼向外看，这个是一般能接受的。 啊，也是佛陀所讲的，啊，眼根攀岩啊，色尘而生眼视，所以眼是向外看的。那么内对所成是心眼向内看所成之见，这是阿难的看法。此言一阿难你的说法，如果不是向外看所成之见，便是向内看所成之见。 这又是凡夫二分法所造成的计较，所以我们要修习佛道，要进入不二法门啊！不二法门，所以因此万法回归当下，也就是说，万法不离现前当下这一念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啊！诸法它就是空，空就是性的展现。 啊，因此我们要了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的道理是什么？啊，色即是空，也就是所有的现象界都是本体界，所以叫做色即是空；，因为空即是色，也所有的本体界，绝对的本体界，也就是所有的现象界，现象界也是空，本体界也是空，但是本体界的空，它是可以显现般若智慧的。 是可以显现般若智慧的，因此，什么是我？什么是佛陀？佛陀就是彻底的否定自我，再一次的彻底的肯定自我，彻底的否定自我，就是缘起四大的色身，四大本空，五音本来就无我，所以佛陀先彻底的站在缘起的角度否定自我，再来站在真心的角度。 真心的角度，就是所谓如来藏性的角度，彻底的肯定自己。因为这个如来藏性是做得了主的，反复无名啊烦恼，所以他做不了主，这个心性做不了主。而佛陀彻底的否定以后，再一次的肯定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。到最后，否定跟肯定都只是语言的表象而已。 那只是站在没有修正、没有正悟的人的角度，佛陀是这样善巧方便的讲。啊，因此我们要了解佛陀的心，从哪一个点、线、面、时空、一年不一样切入，都可以见性。以下是何言见暗名为身中，开言见明何不见面？这也是说啊，如果不是外见。 像你阿难所讲的内对所成，那么合眼见暗，你阿难认为是见到身中，啊，就是身内喽。开眼见明，为什么不见到你的面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有反观看回来的能力。这又是一个让步的技法。佛说，退一步而言，你所说的合眼见暗的时候，称为是看到你内身内。 内身中的腹脏，纵使我们承认这是真的，那么我问你：当你开眼而见到一片光明的前景的时候，为何不能看到自己？啊，为何不能看到你自己的脸？因为眼睛有看回来的的这个能力呀、啊，它是内对所成吗？是不是？若不见面，内对不成。 如果你实在不能看见自己的脸，那么心能内对而见物，这个立论便不能成立。见面若成，则了之心即以眼根乃在虚空，何曾在内？这里又是一个让步句法。见面若成，你能自己见到自己的面，这件事如果让它成立。 姑且让它成立，也就是说，你若真能看到你自己的脸，那么你的能了知的这个心，以及你的眼根，都会变成闲在虚空喽。哎，因为在虚空，这样才有可能面对着你的脸，看到你的脸呢、啊？何曾在内呢？如何能成在你身内之物呢？ 也就是说，既然你的心跟眼都变成在虚空当中，跟你的脸相对，如何还能成为你身中的一部分之物呢？也就是你的心与眼就不是属于你身上所有的东西喽。若在虚空，自非如体，即应如来精进如面，意识如身。如果你的心跟眼都悬在。 外面的虚空当中，啊，跟你的脸这么样相对着，自然就不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，因为它是悬在虚空嘛。这么样一来，如今如来是在你的面前，跟你的脸是相对着，且呢，而且如来也可以看到你的脸，难道如来也成了啊，成为你悬在虚空当中的身体的一部分吗？ 意思就是说，你这样的讲是没有道理的。如言以知生和非觉，这是继续上面所说的心在虚空的假设。知就是有知觉，而就是应该，非觉就是非有知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心跟眼是在虚空当中，则当你看东西的时候，你的眼既然已经有了知觉了。 你的身就不应再有所知觉啊！你的身就不应再有所觉知了。如譬如直言，身言两节，必就是假设说，你一定两节，两者各有各的知觉啊，在外面的眼跟心有知觉，啊，在你的身体。 也有知觉。此言，你若一定要坚持说，我的身和眼睛两者各有各的知觉，是应有二知。这是让步以后，再进一步推论。知就是能知之体。此言，如果你的身和眼两者各有知觉。 那么这件事假若成立的话，那么你一个人就应该拥有两个能知的体了。众所皆知，这是不可能的喽。啊，大家知道能知体只是一个喽。这能知之体在佛法中就是心之意。这么一来，就变成阿难一个人有两个心喽。即如一生应成两佛，在尘上所说的。如果你真的。 有两个能字的体，就是两个心。那么你虽只有一个身，但因为有两个心，那么修行修行以后，哎，就变成两尊佛了。是因人修成两尊佛，有这个道理吗？当然没有。所以佛就一层一层的把它破除。一贯佛言：“如你所说。” 当你见物时，若离就是若非，若非向外所成之见，就是内对所成之见。你又说合眼时所见到的暗境，你就明知为见到你身中的腐杖。佛说，我们姑且承认这是对的。如果姑且承认你是对的，如果这样是对。 若如是者，那么则当你开眼而见明的时候，你为何不能自见你的颜面呢？因为眼睛会反过来看到你自己的内身，当然眼睛睁开就一定会看到你自己的脸哦。你若实在不能自见几面，则说心能内对而见，便不能成立。再退一步说。 如果能自己能自见几面的事，若能成立，则你此能了之的心及眼根，乃必须离开你的身体，悬在虚空当中；而与你的脸相对，心与眼既然在虚空当中，即非你身体的一部分。 如何还能成为在你身内的之物呢？有心根源，如果是悬在虚空当中，自然飞在汝身体上，那么即应如来今既能见汝之面，又在你身体外，那么说来，因此如来也成为圣如。 悬在虚空中的身体的一部分哦。然而，显然如来之身并不是阿难你的身体的一部分，因此你阿难并不能自见即面。既然不能自见即面，因此你的心眼便不能内对而见，也就是往内看。 根本没有这种功夫啊！大家都知道眼是往外看的了，所以你的内对而成见是不能成立的。所以说，心眼能内对而见是不能成立的。又再退一步言，如果你的心跟眼真的在虚空当中，则如处在虚空当中的眼已经自己有知觉了，那么你的身体。 和就是应该啊，应非。那么你的身体应非有知觉，啊，应非有知觉。比如坚持言说，我的身一言两者各有各的知解，并不是只有一个能知解。如果承认这是对的，如是则一人应有二能知之体，既有二。 能自之体便有两个心，你既有两个心，即如现前一生将来应能成为两尊佛，但这显然是不对的。你一生并不能成为两佛，所以说你一生有两个节制的体，就两个心是不能成立的。你既只有一心，便只能有一个结体。 便只能有一个能解体。是故，你的心若离身体而处在虚空当中，与你的脸相对，这你的身中便没有心啊！因为结制是一个吗？身既然无心，便应无知觉。因此，当悬在身外的心跟眼见到外物的时候，你的身也应当无知觉。然而事实不然，实是心见身解。 心能看到，身也能解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心见身解。是故心与眼，非在体外，悬在虚空，而能内对，且自见即面。是故内对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。全论在此段中一佛所说，可见阿难论证的错误。 在于，以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也就是阿难的意思是说，当他看东西的时候，若不外对，就是内对。众所周知，眼睛是往外看，才成为眼见的，所以没有往外看的时候，就是在往内看。这种说法很武断，而且又是入了二分法的窠臼。 这个念窠臼，窠臼就是沿袭以前的旧字，不能别出心裁。哎哎，以前的陷阱叫做窠臼，而且又是入了二分法的旧有的陷阱。再者，也能对外看，并不表示也能对内看，也是成立的。但是阿难就武断的一逻辑。 推论而说也能内对而看，但是请注意，阿难所主张的也能内对而看是有条件的。那么条件就是眼睛必须闭起来才能内对而看。这个假设条件也是很武断，因为并没有足够的凭据能证明这个假说能成立。因此佛就针对这一点来攻破。如果信言。 真有内对而视的功能，它不应是闭眼起来的时候才能内对而视啊。而当眼开的时候，也应该能够内对而视，就是看回来的能力。不管闭眼、开眼，都有看回来的能力。而事实上，见这件事情在唯识学上称为眼根与色尘相接，相接就相对、相触而生眼视。 这是众所周知啊，以唯是邪佛的开示都是这样子的，因此才能了别外色。再者，一，唯是邪以四言生演示，我们要注意，演示九言生，它后面都省略了啊，那是第六一识啊，第七识啊。 啊，第八意识啊，种子意啊，都暂时省略了。叫啊、哦，眼睛，还有外面的色层，空就是距离，啊，明就是光线，啊，这眼示的产生，就是让你很容易了解。眼根、色层、距离、光线，眼就是眼根，色就是外色外物，空为空间距离。 也就是有效距离不能太远，太远看不到。啊、呃，也不能太近，啊、呃，太近也看不到。啊、呃，我们不可能说，哎、呃、看报纸用这样看的，是吧？没有距离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哎、呃，太远，报纸拉得很远也看不到，所以在有效的距离范围内，如前所说，名为光明，也就是日。 月灯等,等光明，这四种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条件，都无法令眼视升起，因此就不能成见。而阿难说，闭眼的时候内对而视，正好又犯了唯视邪这个基本道理。因为视觉这件事儿，正好是开眼的时候才能称为称作是。 闭眼时，眼即不是任何东西，更何况还能内对而是自己的内脏，这真是天大的妄想！妄想再加上妄想。话说回来，佛在此就直问阿难：“因为你既然说信一言能内对而是且说你闭眼而……” 内对所见之暗境，就是看到了你身中的内脏。合眼见暗，名为身中。那么，当你开眼见明的时候，为何不能看到你自己的脸？因此，如前面所分析的，心眼既有内对而视的功能，则应不论开眼闭眼，因为都一样嘛。闭眼能看回来，开眼当然也看得回来嘛。若能内对而视。 啊，皆能内对而视，不能说只有在闭眼的时候才能内对而视。如果你承认开眼的时候也能内对而视，那就应该能看到自己的脸。你若说开眼时虽内对而视，但并不能见到自己的脸，那我再问你：既然开眼时内对而视， 并不能看到自己的脸，那么开眼内对而视时，到底能看到什么呢？开眼既然没有办法看回来，闭眼，你看到什么？你如达说什么都看不到，的确，的确什么都看不到。哪一个人眼睛闭上可以看到五脏六腑的呀？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啊。那么既然开眼内对而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 不只是不能看到自己的脸，就等于没有开眼内对而视这件事情喽。也就是说，开眼内对而视是子虚乌有的事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既然开眼时不能内对而有所视，闭眼的时候更加不能内对而视。闭眼时本即已无所事更何况是内对而视身中。因此，所谓。 内对而视者，不管开眼也罢，闭眼也罢，都不能成立。啊，因为白话文很简单，啊，我们就浏览一下，强化大家对楞严经的印象，更容易理解。以上是破内对的妄想。接下来的经文，即如来又再一次的中 姑且承认内对可以成立，则会则看会有什么后果产生，其后果则越来越荒谬，因为内对的理论本身就是荒谬的。如果这样荒谬的理论成为事实，则无怪乎天下大乱，变成一个人有两个心。 一个人能修成两尊佛，普及世间邪说之乱天下，令众生颠倒。大类如是，大概都是如此。所以，修习佛道很重要的就是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、正念、正定、正精进、正智、正解脱。 一点都不能歪。这么样一说来，亲近善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啊！因为心法不在语言，不在文字，不在观念，就必须要靠善知识才有办法。要不然，经典抱一堆回去，你自己看体悟又错，这样自己看又看不来。所以说。 如来出世，呃，出现世间，主要是要破除世间邪恶的之见、颠倒妄想，所以不能把佛法当做学术来研究，这跟了相似是不相干的。把佛法当做学术来研究，最多只能造就几个学者。 不能成就祖师的。我们今天是要内心起大波的智慧，打破无名烦恼，是要究竟解脱，而不是在言文世句里面游戏啊，观念里面游戏。因此。 我们不能把佛法当做学术来探讨、来研究，要真正的切入如来的不生不灭的藏性，如来藏性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着。换句话说，佛教本身实在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一种宗教。佛教最重要的是教大，大家认识你自己。 认识你自己这一颗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佛。彻底解决烦恼无名，我们的心没有牵挂，就是佛。所以说，佛教是一种宗教，实在是一种方便。佛教它是一种觉性的教育，佛。 就是觉悟，啊。佛就是觉悟了。佛教，对不对？觉性的教育叫做佛教。什么叫做宗教呢？宗教就是立一个教主，还还有一些教义，让这些教徒来膜拜、来崇拜。哎，不管讲的对错。 说这样，崇拜他，这叫做一种宗教啊。像台湾很多拜神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啊。就是我信仰什么玉皇大帝呀、啊，啊城隍爷啊，哎，这就,就是一直拜啊，一直求啊。城隍爷保佑我啊，啊玉皇大帝保佑我啊，或者是上帝保佑我啊。 那么有人会质疑说：“那你们佛教不是求阿弥陀佛、观世音，不是要加倍吗？”哎，注意，那是真上言的部分。哎，真上言，我们重要的是清音眼，也就是开采每一个人本具足的波的智慧。为什么？有《阿含经》就很讲得很清楚了，说智一指，法一指，末一一指。 这句话用现在的语言来讲，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依靠的。女人，你千万不要说哪一个男人可以依靠，那是骗人的；男人也不要说哪一个女人可以依靠，那也是骗人的。可以给你做一个真上言是可以的，智一职、法一职、莫一一职，这个世间。 是哪一种东西可以可靠的靠得住的呢？治一直就是要靠你自己的般若智慧，了悟缘起如幻的道理。你自己不放下，佛在你前面都没有用的。啊，所以禅宗有一句话，说自己不解脱，千佛出世。 一难就把自己内心里面不解脱，全佛出世都救不了你。用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，你自己放不下，你自己放不下，任何人在你旁边说什么好听的话都没有用。智一指，法一指，法一指就是。 我们必须依据佛陀所讲的正法、正知、正见，彻底的摧毁无名烦恼，叫做法依止，依法莫依依止，千万不要依靠其依靠其他的东西，千万不可以依靠任何的东西。哎、呃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世界上最可靠的。 就是自己的般若智慧。当我们照见无影皆空的时候，我们的般若智慧现前，内心进入无争。了解，再好的男女朋友，再好的夫妻，都没有办法代替你死亡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真正的爱他，就要让他解脱，叫做真正的爱他。 丈夫对老婆说：“我爱你，对不对？”I love you。很简单的，就是你真的爱他，要让他解脱，要让他开智慧，要让他自己心性做得了主。你是真的爱他。如果两个相处在一起，越舒服、越窝名越烦恼，那你不是真正的爱他，那是世间的绳子就捆得越紧。 业绩，所以智一知，法一知，末一一知，就是不可以依靠任何的东西。讲现实一点，的的意思就是，全世界的人都不可靠，最可靠的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，也就是佛性起作用。佛性起作用啊！底下啊，所以如来出现世间，主要是破除世间邪恶之见，颠倒妄想。 到众生入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、正念、正智、正解脱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众生。经是故应知，如言见暗明见内者，无有是处一。亦观是故应知，如言必言而见一片暗静之时。名为内对而见，自内生者。 无有是处，不能成立。全论一九二，在本经当中，如来的论证，甚至阿难的论证也是一样，常常只提出证据，而其结论却没有明白说出来。读者必须自己把它加进去，语义才能通顺明白。 例如，此段当中，开眼见明，何不见何不见面？接下来应是结论，二十不能见面，但是这一句省掉了，然后才接下面的经文：若不见面，内对不成。又如下面经文：见面若成，此了之心，以及眼根，乃在虚空，何曾在内？下面应当接下去讲。 然心跟眼实实在在在身内，不在虚空，所以实在是不能见到你自己的脸。再则下面的经文，如言已知身何非解，应该应该接下去说：然实言有知，身能解，所以正心与眼不在身外，亦非两者各有知觉。又最后。 即如一生应成两佛，应结；然如一生实不能成为两佛，是故如非有二能知之,之体，非有二心。是故如言三言两节不能成立。像上面所举的，都是经文论辩之中所省略的。读者如果要令论证之脉络，啊之脉。 若明明朗贯穿，是读者如果要令论论证之脉络，啊明朗贯穿必须写笔记，用自己的话把它加进去，才轻易容易明白。除此之外，许多的转折语气也是要自己做笔记时加进去，所以这又是增加参年楞严法门的一道困难处。 所以，因此，师傅为什么要采取这本《天观法师楞严经一贯》？因为他这本写的很详细，而且把它转化成白话，又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。因为文言文有些人看不来，那么至少白话文还有更进一步的机会。也许这是因为本经是给大根器的人悟啊悟修如来密因的。 所以才如是言简意赅。第五破即心随和合,合而有，也就是无有定处喽。经文：阿难言，我常闻佛开示示众，有心生故种种法生，有法生故种种心生。 我今思维即思维体，使我心性。谁所何处心之所有？亦非内外中间三处。这由心生，故种种法生，就是种子其现行；由法生故种种心生，就是现行熏种子，都不能离开第八意识。常就是曾经。 四众如来的弟子有出家男女二众比丘比丘尼，在家男女二众就优婆塞优婆夷，合称如来四众弟子。有心生故种种,种法生，这是指有因必有果，着重于心因，强调心中善恶之本因。如果心中善，则能令种种善法生起，断惑正真，乃至正涅槃。 得菩提，如果心中二，则能令种种恶法生起，乃至令人造作五逆十二堕三途八难，三界轮转不息等恶法。啊，就看你亲近到什么人，亲近到恶之见的时候，就会发生这种事情。 哎，把自己的父母杀掉，吸毒、赌博，都会把自己逼上死路。男男重，女重，这两种事情千万不能碰到，也就是毒品，还有赌博。赌博多可怕呢！好。 有一个学佛的，习气没有改，女众啊，就赌博，赌了以后，回到家，跟先生吵架，那先生所有的财财产，全部全部被他赌完了，赌完了以后，他就向佛弟子到处借钱。 借钱就开始说谎，没有一次不说谎，因为讲真的人家不会借他，所以一定要骗说啊，我爸爸生病啦，啊，或者是我儿子开刀啦，啊，或者说哦，我现在快死掉了哦，啊、就这些银行要催这个账，呃，账目了，要不然我的房子会被查封了，就讲的很可怜啊，人家前一次借他，两次借他，后来哎都没有回来，后来去查。 就是讲谎话，她被债务所逼迫了，然后人家要黑道的要来找她老公谈，她老公就，你有事呀、啊？嘻嘻、啊，我去看我。她老公跟我讲，无奈无可奈何啦，屋企业主无法可敌啦。那。种。 沁心沁心的寒心呐、啊，就是讲对老婆绝望，唔知咩工伤了，丢了，他不知道要讲什么了。哎，哎，然后去，然后去去外面，哦，跟男人哦，无心啊、哦，没办法了，也不敢跟老公讲了，是不是啊？啊、哦，就自己啊，震动。 哎，真的流产了，流产了。这老公整年都没有碰她，他怎么会有小朋友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只要一赌下去，你看哦，他还是有学佛的。以此推论，你可想而知了哈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。以此推论，那个没有学佛的。 那个有多可怕？整个生命观、价值观整个扭曲的时候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赌博一债务逼疯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叫做礼义廉耻的。人一吸毒下去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叫做礼义廉耻、忠孝仁爱、生弟和平，没有这个观念，完全没有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哎，就是这样子。 因此，我们真的是感触良多了哈。因此，我们既然学佛，男众也好，女众也好，这两种东西就一完全不能碰。第一个就是毒品，第二个就是赌博。这一点公比差得丢了，哎，因为不讲谎话，活不下去呀、啊。没有钱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恶啊，只要你自见。 还有你的环境，你亲近的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？你的环境是什么？环境大家是赌博的，这弄一弄就跑去赌博。哎，这一群人都是说人家是非的，这一群人到最后自然就会感染，真的很厉害哦。好了，看。